你就你懂吗？你得上腿疯，快大大帅一下，大大。六七五，他我就是 N 嘴，对，然后 N 嘿嘿，蹦蹦跳，七八 ，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N N one two three， 这接的 one two three four， 嗯，蹦哒蹦。每次都遇到那种很强的那种人，但是打不打得过人，他都会上，他只要队员有那种有难，他都会上。他就很勇敢，基本上都可以打赢。这就是他作为一个 leader 的一个品质，就是讲义气。然后他特别讲义气，但是我比较喜欢智雀岩浆果，很厉害的。他直接把火拳艾斯穿了。白胡子记得是什么？哦，你都不知道人家的技能，说他是最厉害。我记得他拿了一个刀还是斧头，很大很大的。你别问，对，你要问最厉害的，那一定是路飞，因为他主角，他能屈能伸。嗯，就这么笑，会不会很没死？三阳开泰灯是四季平安灯，五子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，七彩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，九子十成灯是十面埋伏灯。这些个灯，那些个灯，灯光我一时报不清。什么抬头看吕布戏貂蝉，大闹凤仪亭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天雷打死了张晋宝。自己给自己鼓掌是吗？是吗？没有观众。说给自己听，那我就是自己的观众。哎，哎，哎，嘿，是云手，还有一个叫台步。新的一年都能生活上上签，事业上上签，爱情上上签，
2023东方卫视春晚，大年初一晚19:30，春满东方，兔年兔粪，兔羊兔发，声情并茂，哎呀，声情并茂，并且，声情并茂。四季平安，财源滚滚，财不外露，招财进宝，日进斗金。谁接啊？对，好，来，最高，左琳姐对的啊，左琳姐，哎，别放，好，来，好，准备啊，5678，哒哒哒哒。可以了，12人过了，12个人的单镜头过了，不是，是你们现在这个镜头过了，不要鼓掌啊，还没。抠手手，抠，谢谢，拉尾巴，拉那个花球球，中国结，球，我在融入角色啊，那狗尾巴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啊？你说有什么用？保持平衡。那柯基不平衡，所有的狗都是没有尾巴的。瞎说，天生没有尾巴的狗是没有的。但是被剪了，有的肯定有。说吧，腊肠，腊肠那个体态如果有尾巴会很奇怪。相信大自然里。你得他妈哪儿疼？交卷前你对了就行，可以检查，可以改变。
有人提示吗？可以场外提示吗？一块提示。好，分词是吧？